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30页啊，630页，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啊，释法。从这看起，是法指真实法，即真实即也。不离世光说是法，智慧光明不二也。此光就是真实慧也。啊，至此此光即是真实慧也，只以此光学妙法，乃慧以真实之力，亦解光中之妙用。这一段说明智慧是真的，真的就不是从外来的，是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跟慧能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应。啊，能大师的时候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是光。是法是光。就是具足这些。那为什么佛在经上说的话我们要记住，这个话非常重要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啊，能大师要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万法。他要不具足，他怎么能变现得出来？啊，遇到缘，自然就流出来了。没有缘，不现。所以，经上讲隐现，现。不是生，
不现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啊，是什么？是一切万法，不生不灭。这是法性啊！啊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，一切法有生有灭。啊，这是指什么？六道十法界。六道十法界，因为有了个妄心，妄心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是生灭法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他是自性的影子，他不是自性。经上告诉我们，由于一念不觉，而有无明，不觉就是无明，明就觉悟了，所以无明就是不觉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呢，从不觉呢，就演变成三息六处。啊，三息相、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于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六道十法界是假的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指的就是六道十法界。啊，它不是真的。对十报土而言呢，十报土成为是一真法界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十报土是心性，没有十变。啊，十报土的人是法身菩萨们，从圆教初住以上，41个位次。啊，他们都是破了无明，啊，真的发生。没有生命，所以住在十报土称无量寿啊。那个地方没有生灭的相啊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殊胜。殊胜在哪里呢？殊胜在他的方便土跟同居土都是发心身，都是发心土，也就是说也是不生不灭。啊，这个不是我们转世成智了，我们没这个本事啊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，让我们享受十报土化身菩萨的待遇，这个是非常稀有，难能可贵呀！啊，除了极乐世界之外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有这种情形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晓得了，
极乐世界度众生是度谁？六道众生。六道可怜啊，躲在六道里头，常见轮回，多苦啊！啊，弥陀在因地见到了，发起大慈悲心，啊，要度六道苦难众生，特别是三恶道。卧道不能去，古谚语所谓卧道一度五千劫，时间是用劫算的，就是小劫也不得了啊，五千个小劫还得了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出得了头？啊，都是在三恶道的，由又来的，那都是无量劫修行的基础啊！如果没有无量劫修行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又到人间来了。到人间来怎么样？迷得多，悟得少。啊，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环境，内贪嗔痴慢没断掉，自私自利没放下。外面七情五欲的诱惑，所以很容易又堕落了，很可怕了。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我们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迷了，完全不知道了啊，随波逐流，啊，到人间来，这短短的几十年，想吸一口新鲜空气，一转身又下去了，又沉下去了。佛菩萨眼睛里头叫可怜悯者，啊，我们对于佛法古圣先贤的教诲存着怀疑，不相信，这就是罪，这就是业。你看这经上说多清楚，古圣先贤说的话从哪来的？从真实之际里头流出来的。佛说法不离时光，这个光是智慧光，无量光啊，智慧光，光明就是智慧啊。所以这里说的很好啊，智慧光明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光就是真实慧，
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，真实智慧啊，只以此光玄妙法啊，这就是佛的这法从哪来的？从无量光里头流露出来的。那我们今天自性里头光没有了，光变成烦恼了，无量无边的烦恼啊！我们跟人谈话都是想想这话要怎么说，想一想就不是光了，是从烦恼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佛说法，菩萨乃至于阿罗汉说法，从来没有说想一想的说。啊，世间圣人啊，叫我们说话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啊，虽不用三思，再思可以啊。呀，这就小心谨慎，多想想，这话怎么说？啊，佛里面的佛菩萨这些圣人，他不是。他是从三昧里头流出来的，化身菩萨是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。啊，化身菩萨是我们经题里所说的觉，声闻缘觉是经文里面所说的清净平等。我们有没有清净心？我们有没有平等心？清净心是二乘，声闻缘觉；平等心是菩萨，三贤菩萨。啊，觉是成圣人。是地上菩萨，如果我们在此地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时时刻刻对圣贤深恭敬心啊，生两目心，不敢轻慢，我们才能得利益了啊！现在人崇尚怀疑，为什么？接受科学教育，中国人古时候小孩从出生就教他要诚敬啊，真诚恭敬，决定不能怀疑。这古人学圣贤容易，学佛菩萨也不难，现在难了。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根坏了，根就是诚信。真诚恭敬，现在真诚恭敬没了，对人都怀疑，对父母怀疑，对老师怀疑。古时候父母老师是决定不怀疑的，
啊，绝对不会欺骗我的。啊，现在普遍都有怀疑。啊，兄弟之间怀疑。没有一处不怀疑，对古圣先贤怀疑，对祖宗怀疑，对圣贤怀疑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圣贤人少了，不来了，为什么找不到学生？圣贤的典籍还在，典籍怎么样看不懂？就摆在面前，就看不懂。啊，你能说我们现在看懂了吗？看第二遍的时候，发现前一遍没看懂的，这一遍看懂了。看第三遍的时候，哎，第二遍没看懂的，哎，第三遍看懂了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懂呢？明心见性就完全懂了。没有明心见性的，奇妙无穷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圣贤教育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什么？开悟。大彻大悟就是圣人，大悟是贤人，小悟君子。君子欺不欺骗人？不欺骗人。啊，小人欺骗人。中国过去社会是圣贤君子的社会，现在圣贤君子被人怀疑了，怀疑的人当然不是圣贤君子。我们怎么办？还是随顺大众？还是随顺古人？随顺大众就搞六道轮回，随顺古人有出头的日子。啊，别人都不信，我相信。做人基本的态度，啊，别人对我怀疑，我对别人诚信，这才行啊！啊，别人不相信，我相信。啊，别人说出再多的道理，我也不为他所动摇。我们相信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我们的利益天天在增长，为什么？诚信增长啊，不为外境所动摇啊。啊，不给人对立，决定不欺骗人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任何人。这从佛法里带来的，
这是真正的报啊，与信德相应。啊，下面这一句是说圣贤人说法，佛菩萨阿罗汉他们怎么说的，那就是这前面这一句，不离世光说实法，世光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，法是从自性般若智慧流出来的。那智慧光明是一不是二，此光就是真实慧。啊，本经讲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力。所以只以此光玄妙法，乃会以真实之力，一切光中的妙用，啊，所以大乘经上常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世间视之便从，他不能理解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用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没有用心得，啊，没有用真诚恭敬。用真诚恭敬的人能体会到几分？用妄想分别执着，把它当作世间法来学习，他决定莫知所云。啊，这个是大乘法的难处。啊，纵有聪明才智，他想偏了，想歪了。啊，不是自性里面的智慧。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一关透过，明白事实真相，我们对于圣贤、对于经典那一份恭敬心升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就能得理解。那是故赞佛偈里面说，油亮柱香蒙光晓，啊，这一句油亮的柱香，前面这四个字是说我们先前的社会六道十法界这些相啊，啊，蒙佛菩萨为我们说法，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们就觉悟了。这个小就是觉悟啊，诸法实相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了之后怎么样呢？就会把这个东西放下了，放下我们自信的智慧就慢慢向外透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放下？把它当真了，
很难。佛菩萨给我们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凡所有相你能放下吗？你能舍掉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这个佛经上讲的听了，听得很多遍了，很熟悉，也会讲了，做不到。并没有以为佛这一句话是真话，纵然不反对，里头问题很多。病就发生在这里。那怎么办？忏除业障，要真正忏悔。用什么方法忏悔？最好的方法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全放下。这真忏悔啊。求阿弥陀佛加持。让我们开一点智慧。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我们真听懂了。什么叫真听懂了？真放下了。不再挂在心上了。真放下了。这桩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难在哪里呢？无明怀疑的习气太深了，这个疑的根拔不掉啊。我也不例外啊。我得利于科学家的报告。近代量子力学家，我看到他们的研究报告，物质分到微中子就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色，或者说零虚尘，虚是空虚，空间跟虚空做邻居，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，就这个意思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，把它一打破没有了。发现什么？发现是念头。高频率震动当中产生的幻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没有真的。原先以为微中子还是真的，现在微中子一打破，知道没有真的。我看到这个信息，想想佛经上所说的，这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真搞清楚怎么样呢？对身心世界再不留恋了。一切都可以随缘，没有执着。没有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我想怎样怎样，这念头没有了。什么都随缘，随缘度日。
好好把这一句佛号念好，这倒是真的。海鲜老和尚告诉我们真话，那个话是从自性般若里头流出来的。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这不是假的，真的。其他啥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我是科学报告报了个忙啊，一下把我提升起来了，我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啊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。为什么？假的啊，放在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真的，他能帮助我往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我们今天修行唯一的一个目标。什么都不求，就求往生。啊，这个世界有缘，帮助众生，帮助正法救助；没有缘，老实念佛，到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。啊，缘呢，缘也不去想它，啊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多好。我们才能上轨道啊，啊，才能搭上开往极乐世界这一班列车了，就上车了。啊，不要在底下再耽误时间了。啊，极乐世界这个莲花车是不等人的。原来了，赶快上去。啊，所以一切经教通通都是光中的妙用，赞佛记上这一句，这一句其味无穷啊，啊，你看到是有量的住相，不是无量的。有量的。啊，陈某。诸佛菩萨。善知识的开导。终于明白了，搞清楚了。因此，智慧光明，这真实明，能开晓诸有中一切诸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直开晓一切诸有中的众生，所以说有量诸相蒙光晓，一切众生蒙此光业而晓了真实智慧也。啊，论著里面说得更好。请看631页第一行，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，
平等，心平等，则无有一法不平等。怎么个平等法？中文里面很多公案，二祖见大魔的时候，求大魔给他安心，我心不安，求大魔给他安心。大魔说：“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”他回光返照，照心，密心不可得。大魔接了一句：“于汝安心见，我替你安好了。”这什么意思？平等。什么叫平等？不可得，真的不可得，真的是自信，自信变现的所有现象也不可得。不要以为妄的不可得，我放下了，还有个真的，你还有个真的，那可是妄念，也没有。真妄都没有啊，妄没有了哪来真啊，妄没有了有个真的，你没有离开耳边呢，那边界呢，两边不离，哎呦，有中道，中道也是假的，也是个名词而已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，彻底放下啊！净宗他妙就妙在这里，让你留一尊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真是假不要起心动念，不要去想他，念到底啊！相信阿弥陀佛真有，极乐世界真有，我决定求往生，你就对了，你这一生就了脱了啊。那么我们有没有遇到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呢？有没有遇到？遇到了，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现前我没有看到，《无量寿经》经本就是啊。你眼睛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。耳朵有没有听到？听到了。看到没看懂？也没听懂。这自己业障啊，业障什么？就是拉拉杂杂东西，无明习气、烦恼习气没放下嘛。啊，心染污不清净啊，心杂乱不平等。阿弥陀如来清净平等光照我们自己染污的心，杂乱的心不相应的啊，佛光普照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一切处一切事都是啊，可是我们总是用染污的意
莫大师，用分别心第六意识，总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这就错了，这就是六道凡夫，这就是可怜悯者。为什么？不知道是假的，不知道它是空的，以为它有。问题出在这里。啊，下面说是等众生，种种意业俗缚，借得解脱入如来家，毕竟得平等意业，这就是蒙光晓啊！啊，这个光就是智，这一部《大乘无量寿经》。啊，学了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把这些杂染放下了。啊，放下了就是种种意业悉伏，放下了。悉，比如绳索，悉伏是用绳索把它捆绑起来。这就说的六道众生了，啊，通通得到解脱，解开了，啊，这些媳妇解开了，脱离，自由了，如来家，如来家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毕竟的平等意，一生到极乐世界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。啊，染污没有了，清净心现前，分别没有了。平等心现起，觉而不迷了，这就是蒙光晓啊，也就是慧于众生真实之理，不是假的。佛慧众生真实之理是平等的，不是虚妄的，是真实的。世间所有的理全是假的，啊，财物是假的，包括身也是假的，身外之物就更不必说了，要看清楚，全是假的，假的都要放下，真的要提起来。真是什么？对经中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要相信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
我们决定不能放弃。啊，一定要把它抓牢，抓住啊。人不止这一生，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，都在六道里头摸索，永远摸不出一条光明的道路。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，你太幸运了。啊，可是多少人遇到怎么样？习气太重，他没有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，他把它用歪了，用邪了，啊，拿着佛法去搞名闻利养，这就错了。不但没有积功德了，这造罪业了，这个罪业造得重，比什么都重，假借佛法而来破坏佛法，让大众对佛法信心丧失，断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这是无间地狱啊！我们今天看看这样的人有没有，有，不但有，很多能不能劝告？不能，迷得太深了，回不了头了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不多啊！特别是净宗法门，真学真往生，真学真有成就啊！惠于众生真实之力，绝对不假。啊，十二光，这是第一段，无量光佛。我们再看第二句，无边光佛。赞阿弥陀佛偈云：解脱光明无限际。故佛又号无边光，蒙光除者力有，是故即守平等觉。啊，无边光，是解脱光，啊，蒙光出者就利于我了，所以它是经体上的平等性，啊，前面无量光让我们得清净心，第二尊呢，无边光佛叫我们得平等心。无边，
没有边际啊，挫折接触的这个光明，平等觉就现前了。赞阿弥陀佛记，谭鸾法师做的，谭师此赞云深于此啊，古德讲解的时候，谭鸾法师这个句子做得好啊。啊，以及法师解释无边，曰无边际故，没有边际。啊，净严书讲的是广也，都比不上谭鸾法师的圆妙。谭师以解脱光住无边光，妙啊！啊，解脱了。解脱者，涅槃三德之一。复明之为轮，轮者，圆居之一。表解脱之德圆满具足啊，无限际者，立一切局限于其同，立无有要立掉，无也要立掉啊，离有无二变呢？离一切变，有无是两变，大小是两变，啊，凡是对立的，都属于边界。利益切边，边界破了，从容中道啊！啊，中道也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中道也是一边，还落在边界上。啊，佛经上称它为中道，放在心上就变成边界。就边中距离。啊，究竟解脱。这是无边的意思。啊，也就是论注里面所说的毕竟平等意义。幕后之源，平等觉啊，所以记的也最后是故即收平等觉，平等觉就是佛啊，平等觉呢？也是阿弥陀佛的圣号，顿歇第一义谛，毕竟平等，万法一如，这真平等啊！万法如果不一样，
如果有高下，那就不能叫业如，不能叫平等了。怎么个平等法？万法业如，业如是什么意思？万法是相，是法相，我们叫它做六尘，六根、六尘都是万法，还有六识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都不离自性。一个心，不是两个心，通通归自心，就一如了。啊，自心空寂，什么也没有啊！啊，所以叫真空。遇到缘呢，它能现象。现象就是能生万法。不现象的时候，它是隐。遇缘它现，隐现不好。现不能说它生，不能说它有。不现不能说它无，啊，隐现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它就修现。啊，六道的众生有感，它现六道；十法界众生有感，它现十法界。化身菩萨有感，他现十宝庄严土，感应道教，妙不可言。啊，不能说他空，不能说他有。啊，说空说有，你都着相了，你都迷了。啊，所以说，两边不着。中道不存，你保持在觉悟的状态，不迷言。谭鸾大师这个赞，透显无边光佛号之深意，此真能赞佛者也。念老要不给我们提醒，我们不容易看出来。他这一提，我们这一想是不错。那，确实古大德的解释比不上坦荡法师。啊，他赞的意思很深。这真正能赞佛的。第三，无碍光佛。无碍者，仅心以及这些大事说无障碍，用无障碍来解释，啊，没障碍。
净严书里头说的自在，谭师赞曰：“啊，看谭鸾法师的这个赞叹，光云无碍如虚空，故佛又号无碍光，一切有碍蒙光者，是故顶礼难思议。”意思好啊，啊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的，其意为光如虚空，所以不障碍，本体常寂，妙用无穷，自在无碍，光明遍照一切有碍。有爱是有情，指十法界众生啊，十法界众生是皆蒙光义，古云难思议啊，是故顶礼难思议，难思议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。啊，佛光主照，加持众生，众生很多，得到加持的利益不相同啊，有得大利益的，有得小利益的啊，大利益是开悟了啊，小利益心清净平等，大利益是觉悟，啊，那么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坚定对净土的信心，帮助我们坚定求生净土的愿心，这就不可思议。啊，皆蒙光义。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第四尊，无等光佛啊，这一句皆唐宋义，这说明这个名号的来历啊。唐义的本子《五种缘义本》里头，跟宋义都有无等光。魏义的呢，啊，康僧铠的本子是无对光佛，啊，不是翻无等，是无对。啊，净严疏曰：“他光不敌，名无对光。”啊，他的光明比不上无等光啊，比不上。景星曰：“非诸菩萨所及，故无对。”啊，这个说法，诸菩萨是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他们不能比也，他
南无法师赞语：清净光明无有对，无有对是法性本具的。啊，清净光明，故佛又号无对光。无对与无等意思相同，无有等对就是绝对，啊，那么这个光光照一切法，皆如首楞经、首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无真文殊、无实文殊，此显无等无对绝代之意。这个绝代我们常讲十善六合六度十愿四十八愿乃至一切法，无疑不是绝对。啊，那么后面讲的无对绝代之心呢，感绝代之法。啊，首楞严经里头文殊菩萨说的我真文殊无实文殊，这个是显示无等无对绝代之意。啊，若是文殊那就两个文殊了，就有等有对了，故知无对光佛号，其意深深。我们从什么地方去体会？要从心得。为什么？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只有信、自信是绝对的，是无等的。啊，一切法，这讲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全都是从自信流出，离开自信，无有一法可得。慧能大师在黄梅所说的这首偈子：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这是绝对，这是无等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神秀的境界还有等。
有对。慧能大师给他改了的时候，真的是无等无对了。啊，改得很好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。真正体会到的是要能用上。怎么用呢？放下了。不但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无为法也不例外呀。无为从哪？从有为建立来的。有为的对面是无为啊，真的是像能大师所说的，本来无有。无为本来无有，有为本来也无有。啊，这些现象幻象而已啊。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梦幻泡影有没有？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有。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你动个念头想错了，你打妄想了。你想开口说错了，不能开口。这就叫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妙。啊，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学无等光。啊，就是要学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啊，是法佛法本来是一法。第五，是智慧光，净云曰：“于法善照，名智慧光。”净心曰：“光从佛无碍。”啊，这不是无碍，是无痴是。善根兴起，啊，贪嗔痴的是无痴，三善根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啊，是从无痴善根行起用，破除众生无明苟心。这个地方是无明品性。这里这个字可能是个错字。我这上面旁边住了一个勾，尘垢的垢。啊，就是染污，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源。自信般若智慧能破无明。底下说故。智慧
下面引的是谭鸾法师的赞，啊，谭鸾法师这一段对十二光赞的好，啊，他的赞说：佛光能破无明暗，故佛又号智慧光。后两者均以破除无明而名智慧，彼佛智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，慧我等真实之力，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那么这个景仙寺里头说的光从佛无痴善根兴起，从这三善根流出来的，啊，流出来说他能除众生无明垢心，啊，尘垢的垢，那个品字是尘垢的垢，啊，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呐，啊。啊，后面两者均以破除无明而明智慧，彼佛智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，啊，慧于我等真实之力，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八个字是十方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啊，那么这个赞叹谭鸾大师在赞颂里面是用破除无明而明智慧，说佛的智慧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，慧于我等真实之力，我们得到了吗？每一天这个经念一遍，就是光照一次，确实我们是染污太严重啊，无明心垢太严重了，虽然佛光天天照，读一遍就是照一次，我们心里面的染污好像没钱少，智慧也没有开啊。这原因是什么？是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，不是佛光不灵啊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
让佛光透不过去，我们被照的这些众生居然没有感觉，啊，所以经典的教诲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，原因在此地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解决的方法古人说过了，我们要相信，那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啊，读的时候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，啊，不能分别，不能执着，啊，如果读诵的时候还有分别执着，还去想经里头的意思，那就把读诵的功德破坏了。读诵不许可有意思存在，这就对了。一直念下去，念到其义自见，恍然大悟，就真明白了。啊，所以遇到经上有困难的地方，不是艰难，是我们自己有个障碍，有业障。啊，忏悔业障最有效果的方法还是信愿持名。啊，本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这句。啊，这个是忏悔法里头至高无上。啊，只要你真诚恭敬，一向专念这句佛号，自然有感应。啊，念的时候不必求感应，有求感应的心，那是染污，也把功夫破坏了，一无所求。念到纯熟，烦恼、控制住了，智慧就现前，就其义自见。啊，这是古圣先贤所传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啊，上一次胡小莲居士到香港来看我，告诉我他最近六年专攻起心论，古人这两句话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他说我一千遍念完，许许多的意思看出来了，啊，自然向外冒，再读一千遍呢，意思就更多了。前面一千遍没有看出来的，哎，就冒出来了。变数越多，意思越精越妙啊，其味无穷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来给我做证明，一点都不错。
啊，所以古人有个谚语说，只要功夫深了，铁杵磨成针，能做得到啊，锲而不舍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像海鲜老和尚，那他真解决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尊，常照光，啊，这见宋义的，常即光中，即而常照，故名常照观。为一位不断光，啊，不断就是常照的意思。经言曰：常照不绝。名不断光，啊，这净心说的解释为一，啊，净心所曰：佛之常光，恒为照也，故不断。我们看谭鸾法师的赞，这只有两句：光明一切实普照，故佛又号不断光。啊，不断就是常照，一切实普照不迷，啊，破迷开悟。啊，真是常照之意。我们业障、烦恼、习气很重，常照光里面是常照。从来没间断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相信，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光的利益。啊，光是什么呢？破迷开悟。我们依旧迷而不救，这我们在找毛病，到底发生在哪里呀？啊，为什么有人得利益，有人不得利益？我们是属于不得利益这边。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心不清净，我们心不平等。所以佛的常照光我们没得到受用，这个光是永远不断的，日夜都不间断的。如果得这个光的利益，我们的心清净了，平等了，清净平等就都得到了。那么我们的无明烦恼用什么方法把它消除，让我们能够在佛的常照光中？这是什么地位？给诸位说，这是法身菩萨。
啊，化身菩萨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化身，得到佛的常照光啊！日夜没有间断的，这些菩萨们住在十宝庄严土，因为佛光普照，佛光遍照，他们不会退转，一直等到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他们正妙觉果位，回归常寂光，就真的圆满的发生。是这个意思。下面第七，清净光，净音乐，立钩成净，钩是染污啊，没有染污，这叫清净啊。我们经题上修行的纲领五个字，第一个就是清净。啊，清净心里面没有染污。什么是染污？有我，我就是染污。因为有我，所以就有自私自利，就有七情五欲。啊，就有贪嗔痴慢，都从我发生出来的。那佛一开端，头一个就是叫我们破除我见。啊，我们知道小乘初果要把五种见惑断了，就能真的初果了。五种见惑里头一个身见，执着身是我，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怎么办？这个问题要是功夫不得力，念佛不能往生啊，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早年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常说咱们连社连友，念佛的同学一万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真往生，其他都不能。什么原因？身见没放下，起心动念都是为这个身在想啊，特别是年老的，想什么？想身体健康，想怎么保健，想怎么多活几年。跟印光大师方法完全搞错了。印光大师晚年他就想死字，他没有想的时候要多活几年，
要保健身体，没有。啊，天天想死，死怎么办呢？求生极乐世界。天天想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，这个对了。这个世界不能留念呐、啊，留念这个世界。出不了轮回呀，太苦了啊！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，一天到晚念念不能忘记，愿生西方净土。啊，信愿持名，这就对了。万缘放下，啊，学了这个佛法，一定要管用，要用上。啊，我们看底下的注解。清净光，净言曰：“力垢澄净。”啊，原力染污，心就清净了。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不要装，就清净了。净心大师说：“从佛。”无贪善根而现，一除。众生贪着之心，故清净。啊，无着我事，着就是染污，着就是不清净。啊，贪就是着污，无着里头的贪嗔痴。啊，要把这个心放下，什么都不谈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完全是虚幻的。我们被这些假象蒙蔽了，被他们欺骗了。啊，谭鸾法师在里面说：“道光明朗色超绝，故佛又号清净光。一蒙光照，罪垢除啊，戒得解脱故定力。”下面。是念老给我们的解释，故知此光明朗，离垢，复能为众生消除贪着与罪垢，故号为清净光。啊，它能帮我们清理。这个光里头有智慧，
啊，这光在哪里？这十二光。总的来说，都在一句佛号之中。广义来说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十二光啊。我们用真诚心、恭敬心读一遍，这十二光就照一次啊。啊，处处在提醒我们呢，我们要懂得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开经偈说的，佛的名号清净。无量寿经所说的清净，依教奉行，就是清净光照住。下面引往生论上说，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，略说呢，如一法具故，一法具者为清净具。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往生论里面说得好啊，啊，什么是一法具？这个三种成就庄严，就是国土成就庄严，佛成就庄严，菩萨成就庄严。佛菩萨是正报，国土是依报，极乐世界依正庄严。往生论上国土说了十七种啊，对佛赞叹阿弥陀佛说了八种，赞叹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大众说了四种，总共三十九种庄严。啊，这成就愿心庄严了。啊，谁的愿心？阿弥陀佛的愿心。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要有这个愿心。啊，略说呢，如一法具，一法具是清净具。什么是清净具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是指清净一面，体是真实法身，广施国土啊，佛菩萨三种庄严啊，这是念老给我们注解的啊。故汉译弥陀名号为无量清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也叫无量清净佛，又弥陀密号清净金刚，当知清净二字其意甚深呐。这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我们再看底下一尊，八欢喜光，净音乐，能令见者心悦明喜。啊，见这个光啊，发喜充满。啊，净心悦，从佛无嗔善根而生，能除众生成慧其心，故欢喜。这个我们看到佛门天王殿里面供养的，哎，对，会起心。天王殿供养的弥勒菩萨、布袋和尚，啊，布袋和尚就是表欢喜光，啊，叫每个人看到，心里都能生欢喜心，啊，这非常好。谭鸾师赞曰：“此光霞披石安楼，故佛又号欢喜光。安乐者，如《法华经》说的，身衣泰然。快乐安稳，佛光能令众生安乐欢悦，故名欢喜光。这里都要记住一个总的原则，那就是光明跟智慧是平等。光就是智慧，啊，智慧起作用，就成为十二种光，啊，体都是真实智慧，啊，真实智慧有这么多的德用，啊，真实智慧从哪里？自心上本有。自性的本有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心清净，它就现前。啊，心不清净，它就变成烦恼了。它的反面是烦恼。所以清净心重要。我们根尘接触，不被六尘染污，清净心就现前。这十二种功德，也就自然明显的显示出来了。啊，这自心本有的，啊，不是从外来。第九种解脱光，见诵译，魏译本里头没有。啊，故古是古注释未有注解。啊，自古以来这些注经的，中国注经的只有两个。啊，日本多。啊，日本注解《无量寿经》的有二三十种，但魏译中呢有阎王与无嗔两光，啊，阎王光与无嗔光有这两种，
坛师赞曰：“佛光照耀最低也，故佛又号光焰王。三途黑暗蒙光起，是故顶礼大应供。”又神光立相不可名，故佛又号无尘光。应光成佛光赫然，诸佛所叹故顶礼。坛南法师有两首偈，这两偈实实在在讲的都是赞叹解脱光。神光立相，应光成佛，实现解脱光自觉之德。脱是脱离，解是解除，解除烦恼的束缚。脱离六道十法界之苦，这叫解脱。所以这是解脱光自觉之德。脱离六道十法界了，他就往生到十宝庄严土。念佛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其他的不是求往生的，真正证得解脱光，他到华藏世界去了。密宗又到密严世界。这个是先是自觉之德，佛光第一了。三途蒙光是显解脱光觉他之意。三途是三恶道啊。三恶道长的过去在天上人间学佛功德深，所以他要蒙光照耀。怎么现在时间到了？好，那我们就讲到此地。下一堂课我们从解脱光，从第九，从解脱光读起。